我又吃椰浆饭。 Wow, 很不错，这张。
那你平时用什么？平时用那个韩国的那个，我也想不到那名字。我很少用，你很少用防晒？嗯。那咋办哦？然后我之前也很少用防晒。是吗？对呀、啊，我一直都很少用防晒。让我们去那个去大学的时候，很像你都会顾住你盘来。不是啊。是吗？我很少涂防晒，你一直都有。不要这样啊！那你每年生日的时候，我寄一大堆防晒给你。我是懒得涂，然后很油，我不喜欢那个。有很多不油的，我跟你说。我为你的皮肤感到担心。他本人还好啊。对啊。漂亮就是。身材也好看。王力宏现在几岁？四十多了吧？应该有吧。不可能三十啊！好了。我没化眼妆。接近 cream， 但比 cream 更接近黄油。拍一个蛋糕我觉得好 OK。
可以。哦。啊，我现在是。我就知道。那可是。那可是。幸好他是。天上了。不干不净吃了没有。干。Love you. Love you. 我想吃，好像还蛮便宜的。为什么这么便宜？因为是马来西亚。我觉得它的份会有点小，可能。这是鸡腿拿起的吗？之前以前在韩国吃过的那个。米露。这是什么？什么苏苏？苏苏。奶茶。这是奶茶。那我要这个。好。它没有小小的盘，那我吃这个。你要吃哪个？我都可以。你想吃哪个？一起吃吧。好甜。太甜了。好吃吗？它的香菜味道太重。哦，小心。到而已啊，它是整个oh shit， 很烧很烧，很烧，烧，很烫，我们都说很烧，这样吗？我也有弄到裤子，不应该穿白裤，可是我只有一个裤子，哈，对，我只有一个短的裤子，这好吃。鳄鱼头发，我想吃面包。面包？什么面包？就面包。我在中国每天吃面包，我自己做。哦，吃面包。白面包吗？什么都做。Oh my god！ 我给你看，那我没有都拍。哇！Oh my god， 很像可以拿去卖啊！太厉害了！我还做了。你自己觉得吗？对，就看那个。是推啊。对。Oh my god！ 哇，这很像假的。好厉害，你可以去卖了。然后我还每天去买外面面包店的面包。好像吃的很好吃的，我有点搞笑，真的瘦很多。每天吃面包还是很瘦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我没有少吃，但是就是瘦，我觉得我吃的还是很多。我还每天吃夜宵。难道恋爱了就会变壮吗？